很不好喝啊，怎么可以这么好喝的？不好喝的我一直要喝，我要喝牛奶。火锅的话可以尽量多点一些海鲜，因为它们的脂肪含量呢比肉类来的少。吃得开心，真的能让身体也笑起来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的。80/20的饮食模式真的有用吗？那给我，很好吃，好价，营养满味，让你笑着用餐。